大家好，这里是最美农场，我是大姚。咱们小院搬到这本来已经有一段时间了，然后现在猫孩子们有一个就是专门放松晒太阳的场地。有细心的就是朋友就发现了，咱们现在就是春天了嘛，现在反正虫子也多了，然后咱们猫孩子天天待在外面那个场地上，就是放松跑的时候或者是睡觉的时候爬在地上，然后有这个朋友们就是担心这些的有虫子会侵害咱们这些小家伙，然后就是有一位好心的朋友，反正就是给咱们送来了一个大草坪，哎，反正也是特别的感谢。有了这个大草坪之后，反正猫孩子们这个就不会再，不能说不会了，会减少这些虫子就是往咱们身上爬的这种可能性了。然后正好把咱们把这个草坪铺上之后，再刮风什么的也不会有尘土了。反正效果也我感觉会特别的好，而且那咱给他们先铺上去。好，走，走吧。十一，小十一，开心吧？等一会儿给你铺草坪行吗？小十一，十一。蓝豆儿，你就不动了是吧？你看那时候搁那看看铺草坪的，你搁那坐干趴干啥嘞？熊一样，一会儿跑好给你玩儿。哎，干啥？干什么的？给他玩儿啊？夫人，你来了。李伯，过来给你打披风。哈哈哈！不，拉风了呀！现在黑帽子。你跑！这多你行了，来这边。跑过来。没看着我这个红色。快来快来快来。你黑帽子屁股扭的。帅呆了，酷毙了。哎。哎呀。这小人最帅的噻。有点啥。我有大将风范啊。那边我得给拉一串，怎么拉的？黑豹啊，总弄两串的，剩下的你往黑豹去。黑豹不愿意、啊，黑豹你生气了？哈哈，过来看看我来，我看看来，我看看帅不帅？那给你要吧，捡一半给你行吗？哎呦哎呦，豆顶弄的，哎呀，豆顶弄聪明了。哎呦，你用那豆顶子老上脸上走两步了还。这家伙都挺喜欢这个哈。弄好了，那这一拉上到底弄好看了？敞亮了吧？嗯。天，我的天，你秃子的，这打滚弄秃子，哎呀，那秃子字的你啊。哈瑞，你还上脸玩会儿？你那秃子字的。你那大黑豹，哎西，嘿嘿，看他们开心的，哎呦，你这回了，布丁儿，布丁儿，舒服吧？这人小鬼大，这多能哈！我黑豹，我黑豹，你治的，哎呦，哎西。那黑豹字的，大爷你看看黑豹字的，我的天哪！哎呀，你头疼了！啊！哇，真热。嗯。天都没热了，是不是要下雨啊？我能没有热吗？啊？大壮无话大王的。
你看人最满意的都是咱家大豆领，你看豆领不的呀，哎呀，是吧，豆领？你说豆领小肚皮露子可可的了。你说这是小公主吧，翻身大滚的，那好嘞。拉开过来上，你看那种来了，你赶紧来，这上面可好受了。瑞瑞，谁搞后边的？豆领。小豆领啊，这要下雨能不能算了哈？豆领啊，嗯，起来了，小公主，我给你拽着。狗子，狗子，狗子开心不得了，弄字儿吗？再溜能到头吧？你说。轩，我看。哦。行。起来喽，团团。起来喽，起来喽，让让喽，团团给你弄好的，快点的，宝宝。豆丁咱俩跟人一样，豆丁啊，哎，这比小窗还嘚儿了，我感觉是吧，小窗，嗯，但是你说这个怕水吧，这个嗯，猫猫弄字了，猫猫哈哈哈哈，你妈妈修养还写的哈哈哈哈，字不字的看妈妈的这样就知道了，你看那什么修养的是这个妈妈真是黑豹，来个来走个摸上秀来，快点的黑豹，黑豹过来了，这边来，这不是土豪吗？你有钱那边去啊！黑豹，修养，快来快来！这简直太字了吧，这也！你有黑豹，你看看，我的孙子，这都弄好了呀。你俩，你上那边打一下，你俩上那边玩去。你看这个黑豹，我手你都搁鱼里边儿也吧。你黑豹，你看黑豹像这个鱼一样。你高兴死了。嗯，妈妈，你俩高兴吗？开心不得了呀，是吧？你不能带着我手上鱼啊！行了啊，行了行了。嗯，太好了。我凉快凉快，你看我热的，妈妈行吗？啊？啊啊啊！牛牛牛，毛毛牛先这样。哎呦，毛毛也学会了整容了，谢谢毛毛。你让的啥？这什么来？你笑死我们了！丫头牛，我叫你起来了。哎，丫头了吧？啊？哎？你给我开心成啥样？嗯。快。嗯。宝宝，你高兴吗？嗯。那肯定有。嗯，高兴吗？嗯。月月，哎，你我用嘴割了一点还得。哎，爸，对吧？你都亲我脸上去了。你看，你就搁那里玩了，大仙。去。对。你都上草坪上去，你怎么不去？过来。你搁这站着吗？嗯，去上那里玩去。你想上哪里？
你想上哪呀？你天天在扒萝卜干嘛呢啊？弄字吗，豆豆？嗯，抹了抹了。我说，大壮，你喊的，你看看，就这一遍草坪，你不睡，你就睡那个小石子上。大壮。